说相声难就难在这儿。嗯，你要学一样，比如说你就专业在梆子剧院，你就唱梆子吧。啊，但是你要说让他唱评戏，再唱京剧，他唱不了。方法不一样，方法不一样，这位置不，你比如说梆子，哦，梆子怎么着？那比如说梆子，唱梆子，会梆子啊？梆子老生演员。哦，那你就听，你就看他的发音那个位置啊，咱就一句就行。你比如说男老生跟女老生都是老生，都是一样，是你就感觉说这两种技巧。您唱一个。不是，你看他女老生调门也高啊。哦，怎么记？可说是我的儿啊，他是那么个低了这个劲儿，女老生调门高，我也是欠。他这个梆子里边，他很难解决就是男女同调的问题。还有男女同调，男老生你看跟这女老生不一样啊，这个调门一般男老生唱不上去。哪调门？就刚才咱们说了，就这一句啊，女老生这句调门，这男老生唱不了。你不用那么高了啊，就他不是男老生也得唱戏呀，也得活着呀啊，所以他就发明了一种，你比如说有一老生前辈王庆林，哦，艺名叫银达子，这大有名。他唱这个，他就是半说半唱，哦，能说哎，然后拔高的地儿呢用背公音，怎么叫背公音？就是。假嗓子，前面说后边唱，怎么说啊？啊，可说是，哎，你看前面这仨字说说，他不唱，他说好，可说是，嗯，我的儿啊，这人要不长记性就吃亏，您知道吗？还有一出那个爷爷骂孙子那个，我不听了，爱怎么唱怎么唱，不听了。你不要把这个，我跟你探讨的是艺术啊，我没听出艺术来。你不要用你那个很龌龊的想法，这诋毁我们这个专业的东西。没有，我净当儿子了。好家伙，你可得意了啊！我干嘛呀？我外边挣钱，你家一吃还了得啊？这好，他还不干了啊？这个就跟大伙儿，你看就说了一个梆子的发音，你就会觉得哎是不一样。那确实不一样，我们要随时调整啊！你看说相声站台上唱什么，唱个歌，唱个什么小曲儿什么，其实都必须熟练的掌握这些个技巧，那就得练啊！你看，包括好多小曲儿啊，之前德云社咱们唱了好多，什么找花台了，什么打西厢了，什么这些个了啊！啊，其实这些小曲儿好几百种，那么多呢，好多都已经失传了。这些年我没少干，我净整理这玩意儿了。您这是贡献，我已经整理了一二百个了。嚯啊！好多小曲儿，有的都是明朝流传下来的，元朝流传下来的。哎呀，这东西你要再不弄，它就没人会了。那失传了，正可惜。这竟是我小的时候，七八岁、八九岁，老艺人还健在，我就愿意问人家教。这世界很酷。